大安文山跟我说，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啊。一直一直跟他讲，银博做啥？可是我就不懂啊。这样还蛮奇怪的，而且他就整个这样跳。对。哦，你之前有接，直接接上来电视这边吗？我们本来就一直是这样接法，就是待会地下室，刚刚一楼那里嘛，然后就接有线电视的线上来了，就每一户通通都这样子嘛。哦、然后上来以后，那早期不是都是类比嘛，然后我们就在类比里头，然后现在因为都大安文山通通都是数位嘛，所以我们如果要看大安文山的讯号的话。的频道的话，就通通这边要切到 HDMI 去看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跟这个类比的那个 RF 不一样，根本已经都分开了，两个根本已经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了。好，